嗨，然后我要用这个 log 记录我在政大修25学分的题目。反正我现在要去考国文期末考，所以好累，而且好冷。你走那么快干嘛？你走太快了，所以搞。看录一下到底要考什么？考这种，哇，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东西，到底？郑同学，你跟老子说一句话当做结尾。我没有是什么？五啊！好烂。刚才前一组报告说，法国有一个国家机构专门在保护法语，完全没有用。根本就读不完。原本那我刚才看的那一本书，医学很棒。医学他说，上课就是听听看就好了，根本就不用记强，你可以看那本书。现在是语言学通识的中场休息，这一堂还不错，介绍很多语言学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但重点是那个医学完蛋了。平常提早交的都可以先交，对呀。然后以上，看得出来我现在眼神死吗？现在不止物理上冷，我现在心超冷。我每次都这样作死，学测也是，指考也是，每次断考都是，我都很爱一考完就每一科都去对答案。哇，对完之后，哇，我整个心态炸裂。刚才那个医学哦，我真的要认真读哎，我原本以为蛮简单的，结果我还把很多错的改成对的，不是对的改成错。原本上拿拉高分数变拿低分数，所以我买了麦当劳来安慰自己。虽然我就这种7、8度，我拿上去它应该就变玉米浓汤，变成玉米冰汤。啊，有什么东西？好，随便。我已经不想我早上我在老子，下午我变成什么？什么皮膜啊？什么抑制剂哇？好的，我等回去。大概吃完麦当劳，再读一下民法，我就要睡觉，我不行了，我好累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拜。我觉得我要被冻成一个冰块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不能再让大家看到我的头发了。结束。这样看起来天气是好的吗？我觉得体感可能是什么5度之类。好冷哦。我跟你讲，你快点吃卤肉饭，啊，很好吃，耶、yeah！我现在冷到我肚皮，我肚皮一直在发抖。吃到4点终于要回去读书，我等他表演瞬间移动，干嘛？好久没坐在这个椅子，会习惯吗？不习惯，所以我现在先去洗澡好了，一直逃避读书，洗完澡再回来读民法。我今天9点还要讨论报告，为了我的期末分数加油。好，我去洗澡，搞。天啊，读到地震，这种预兆是不是就叫我不要读书了？不要合理化。我打9点要跟通识课的学长姐讨论语言学的报告，然后我今天就录到这里了，不想录了，接下来应该就继续读民法。我想一下。我现在读到143，然后考到无音管理，所以是19。啊，还好多，今天要把它读完。如果有人民法很厉害的人，你可以教我，就是这样。我说，录一下这个后面的，好，不知道应该不是风速，应该轰轰。然后我要解释我现在要干嘛，我要去做我的报告。就这样，没事。
家里也不会煮这个，就很普通的感觉。家里会把它煮成面吧？好吧，至少它是热的，热的就加分。好冷。该值得庆祝的活动已经在篇了，民法的在篇。所以今天就是做了两个报告 PPT， 然后进入在篇。我今天回去觉得要直接干完剩下民法，然后因为我第一遍都是读过而已，然后第二遍我才开始做笔记跟画重点这样。所以我今天进入到这里，现在是快十点，然后我就回去洗澡啊，还要洗衣服啊，就这样，就是不知道。嗨，今天是礼拜一。哎、欸，几点？现在几点？7:30。哇，好几个月没有去。没有。我觉得我啦，我可能有去个一两个。反正它就是一个我们系上的必修，然后我觉得它今天点名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去。因为它什么学长姐分享，就是一堂课啦，没什么事啦。今天才有一个期末考，就这样。下雨很大、欸，我觉得下雨天要放假、欸。这么空的乐山。睡起来之后，我会就说：“哦，我睡完了，还有精神啊，我去考试吧。欸”哎，没有，睡下去更想睡，好想睡，头发也越来越……我打算是要考探索海洋一个自然通识，就是介绍各式各样跟海关、造船、航海、海洋的动物、港口、风电，反正很多很多不同组，建议大家可以多修一点跟自己领域没有关系，但还是这算有趣吗？学一下知识也好，不敢去考试，再需要去我就完蛋了。然后考完之后我就去读书。我每次都吃一样的110。你也拍一个什么正大必吃卤味？我就只有这个可以吃，就下面的健康卤味。健康。上面的这个我是再也不会吃了。它只是咸了点啊。它是太咸了点。太咸了点吗？对，反正我今天晚上的目标就是，明天要考英文嘛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是读英文，然后还有经济学啊、哦。我礼拜三大魔王就是经济学，难道不行哦？哦，拜托，我想及格，我要读了。什么独占啊，什么竞争市场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要吃东西。